敲这个半。软大师哦，你今天软还是硬啊？我马上就知道咯。有鱼有野兽，废物利用还可以。嗯，然后这个是都是无糖的。我还是比较喜欢偷啃骑手一点了。他的鱼人是二三鱼吧？这边也看得到我英雄能力，曲线会变差，我知道。可是我们前面有狗到这个鱼人偷啃，所以这边曲线变差，可是下轮应该还是可以升星。看有没有秀？好，我卖小的。世界上最弹性的男人，我们下轮搞不好会升星。胜利，下轮升星要七块是不是？六块，我们有七块，这边有个三合一，啊，买错字了，买错字了，好弹性。认识的人都叫我弹性阿憨。哦，差一点。一般来说，搞不好这只是要卖大啦，就是都要卖大。重置消耗零颗，我这轮不能重置。假设我想要碰高新卡的话，我其实不知道那个会不会累积下去。我想用直升欸，这边卖点血感觉很 OK。下轮双抓碰五吧，多看一张龙。我们等一下碰五，然后碰到同虚就升天，没碰到就吃土，这样吗？好像还好吗？我们东西哦，撞正撞超好。这样搞不好就像平手，抢金抢超值得哦！多一轮呢，干这谁知道？OK， 以后大家都知道了。我们先碰个出来看看吧。嗯。这还可以，但玩鱼感觉是死路一条啊。所以我们先甩一下，可以考虑换这一只。我应该先，对，我应该先甩的，因为这个鱼人没有被加到。然后我们好像要拿吗？要拿，可惜没有被加到，应该先甩的。如果说梦龙的道理跟时光龙道理都是这种被动的。所以看起来下轮也会延续咯，对，就变两轮了。所以有些效果其实是额外赚的。就回合开始就先触发的，其实好像会触发两次。但这只有点 OP 耶，还可以临时当猫哦，临时当猫有点 OP 耶，临时当猫好像有点太强哦。
哎、欸，等一下，这没有吃到。为什么？为什么没吃到？哇，这怎么这么大？哇，他一直加到他身上。平手。我们已经五星了吗？你回来如果拿到五星的那个荼毒鱼，要不要上啊？但还是一定要抓吧，是不是？那个荼毒很不方便哦。你知道更不方便的是什么吗？更不方便的是没有那个没有铜须。我们在那边要直接甩到铜须会比较好一点。Oh my god， 是小糯米，干掉他小糯米，不，干掉他小糯米。小糯米感觉好猛哦、喔，还会暴打、啊。吞噬好像还行哦、喔。阿童，安安阿童。好，所以我们要卖这只，吞这只。大也要抓 ，OK， 小阿童，小憨憨，钱钱 ，OK， 这可以。啊！好像拿错了。应该拿一管闲事了。啊，我应该下轮再卖吗？对，我应该下轮再卖。这样兵呢？没有打好。希望我们够打。我们现在有一些英雄能力其实都用不到了，就升级相关的英雄能力全部都变垃圾了，所以其实没有到很好啦。Oh no， 请敲这个哦。好吧，好像赢了。嗯，看鱼还是鱼顺起来还是很大啊。哦 ，DPS， 多打了他五点。看来你很懂得使用暴力，自然平衡吧。你回去，射线开。我们可以拿一管闲事，我们没有毒，发现鱼很好。哦，我应该拿这个圆头木，刚这个就三合一了。
上戒指会花大钱购买的样本。No， 我要超级大爆炸了吗？为什么这么多金卡、啊、？What the hell？要走了，刚应该上毒了。哦，没有，还活着。所以问题是，他能够打掉我够多东西？要三个哦，一二，敲这个吧。没有，不够多，呵呵，不够多，打死人。啊，我搞不好应该拿毅力丹的，毅力丹应该能够让我们比较容易那个触发，再上一个嘲讽也会比较容易触发。何江同学要走、哦。这不会累积到下一轮哦，烂透了。搞不好应该冰这个，因为等一下这个大概该走了。无论如何，我还有这个哦。他给自己荼毒哦，呀，我死了。我死了我们占优啦，第二不愧是软大师啊他现在好像无论如何都会把你显示成比较前面的名字吗？如果一起下去的话似乎是这样。